虽然每张脸孔都已增添人生的风霜，这场相聚却不是为了凸显身份年岁的差距。海星中学创校60年的晚宴，选在校友经营的酒店举行，各年代的风云人物云集一堂。今晚非常荣幸跟大家聚集一堂，为母校欢庆60年校庆。一甲子的兄弟情流露在笑谈中。矗立在斐龙山的海星中学，是由圣母昆仲会创立的纯男校，英文校名 Maria Stella 指的就是海洋之心圣母。然而60年前的海星却如大海中漂流的孤舟，是一所有其名而没有校园的学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张松生在1961年入读海星附小，经历了6年没有校舍的岁月。我记得我们用的 St. Stephen 的下午班，那么小朋友有时候就是闹嘛，去校课里面的东西呢他们可能打烂了或者是弄的，那校长都劝我们说你们尽量要礼让，要有礼貌，因为我们是借人家地方的，所以就有那种寄人篱下的这种感受。当时告诫学生要礼让的校长，就是两手空空创办海星中小学，倾注24年心血的孙光汉修士。他诞生于北京天主教家庭，11岁入教修道，拥有大学学历。1950年代，中国大陆政权变色，孙光汉南来新马，在怡保当过校长。1957年担任公教中学教务主任时，昆仲会委任他创办海星中学。因为公教很有名的，太多人来报名没有地方去，所以孙修士就借着机会创办这海星中学，将那些没有机会进公教的来海星接受教育了。那么当时的时候，我们修士相当多人，也有外地的，也有本地的。当时修士在新加坡有整十多个。陈顺南修士在海星执教18年，对孙光汉创校的漫长过程深有感触。草创时教职人员才11人，孙光汉校长兼任老师，中小学同时开班，第一年收生287人。从1958年创立到1967年的9年里，上千名师生过着流浪的生涯。孙校长在他的毕业刊里面写的这么，他说1965年是海星最艰苦的一年，我们的小学曾经要分到另外3间小学去上课，一共分了欧布拉小学、景万小学还有这西格拉小学3个地方上学，然后中学又到另外一间实验室去，所以老师呢有时候一天要分跑2到3间学校，啊，在1965年是最艰苦，因为那时候学生也比较多了。前新闻工作者刘宏达是海星建校初期的学生，当时师生学无定所，孙光汉校长自己更是劳心劳力，为了物色土地，筹措建校基金，踏遍全岛。学校3次申请建校蓝图，但都因资金不足，计划搁浅。几经周折，最终选中了地价相对便宜、与坟场为邻的斐龙山。前头那9年物色地点的土地局这一步，那么申请之后，土地局前后给了61块地段，最后来到斐龙山。可是等到我1959年呈上的那个蓝图的时候，那个资金太少了，原定必须必的数目刚好碰到经济不景气，所以变马上就被中断了。那时候是最沉重的时候，就别人就没办法啊，没办法完成了，所以一直等到后来到1965年才正式成立了这个建校委员会。为了盖学校，孙光汉
到处求人，劝说大老板捐款或成为建校委员。为表达谢意，也不计善款数目多寡，记下每个捐款人的名字。每个星期五还是商会就有开会，反正你有开会的会程，他就到商会去那边，那么就去拜会那些商家。所以我们的整个筹款名单里面，你可以看到，反正当年在过去那艰辛的10到15年之间，那商界人都会凝列在这个阵容里面去，都在于他这种诚恳的请求下加入这个建校队伍。各层面的人都是有善心人士，不在乎他是什么，即使是一个乞丐。那海信的建校过程呢？啊，那五分一角都列为这个名单里面，证明说，只要你肯出力，不论继续都是一份善心。1967年，学校终于迁入斐龙山的校园。一年后，第二期校舍扩建完成，由电影业巨头建校委员会名誉会长邵仁枚主持剪彩。海心学生这时才有了自己的礼堂和食堂。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呢，食堂就在那边啊，是在就是下山之前山坡那边是个老的木屋。我还记得食堂那个包办人还住在里面的，所以当时是非常简陋。刚搬来的时候，外面还是等于是半个建筑工地了，就是黄泥啦，荒山野岭的。在我那边呢，小时候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在那边上课就一个篱笆之隔，啊，这个篱笆的地里面就是海杏林，后面就是斐龙山的地皮了。在与坟场毗邻的山坡上，学校花了19年的时间，分阶段建设起中小学校舍，终于实现了海心梦。这片清幽的校园，让人忘了海心中学与斐龙山的坟场和火化场只是几步之遥。教会学校百无禁忌的校风，让家长和学生对海心的地点似乎一点忌讳也没有。创校初期，很多富商把孩子送来这里受教育，也使海心栽培了不少商界名人。我们那时住在嘎东嘛，那么再加上呢，因为在1960年的会考呢，海信考得非常好，一时就出名了。那么再加上当时可能我妈妈的想法呢，是教会学校会比较严厉，因为我顽皮小时候，所以妈妈呢就把我从爱童转到海信了。我爸爸做生意的，所以我们有一批生意人呢，是把孩子送到华校来，希望我们接受华文教育。一些嘛可能是比较普通的家庭，所以应该是各种背景、各种家庭都有。它好像一个大的熔炉这样，不管你什么背景的话呢，如果你是愿意接受华文教育，或者你愿意把孩子送去更严的学校呢，就送来海心。海心延聘不少修士当老师，陈顺南是最后一位退休的修士老师。我教书来一路来都不会觉得，你是富学生，你是穷学生，我没有这个概念，你就是我的学生，因为我们海心穿的都是白衣白裤塑胶鞋。孙修士，我很钦佩他了，他人刻苦耐劳，很有耐性，很有爱心，我从来没看过他体罚人家的，都是用劝导的，爱心的劝导，所以当时的老师都很钦佩他，所以都很愿意跟他一起努力创办这个学校。学生都也很钦佩他。在我们求学的过程中，他真的随时碰面跟我们的接触啊、聊天啊，都是非常亲切的。他记得每个学生的名字。他是住在后港那边，来上课的时候，途上只要看到有学生啊，他就要上车了，坐那车一起上到学校去，因为我们一个斜坡道的啊。有我的同班的老的同学最少坐过2、3次，他说坐了不好意思，赶快以后就走别条路上去。我们海心第一届中式毕业生，那时候是有一些学潮了，
有些学校的学生就拒绝考试罢考了。本来我们有一位学生没有去参加考试了，孙校长他也肯定知道了嘛，就连夜到他的住家了，千方百计说服他，跟他讲说解说啊，说你要去补考。所以这位学生后来有参加补考，否则我们不可能100%。孙光汉在1981年卸下校长职务，但他掌校以来注重双语，以英文教导数理科目的开明作风，为海星打下了稳固的教学基础。老师都教学非常认真，给我奠定了基础，包括在英文、在数学。所以当我在高中转去英校的时候呢，我还应付得过来，而且应该说高二考得还不错，尤其一个叫 General Paper 是最难考的，那就是我觉得因为海星的英文基础造就了我。海星中学在1979年成为特选中学后，培养了更多精通双语的毕业生，有的在政界崭露头角。徐宝坤医生1988年毕业于海星，今年回校参加校庆时已当上了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离海星已经接近30年了啊，那事隔30年第一回又站在这个舞台上。 Now when I enter politics that I realize the value of under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the value of being bicultural and to be able to speak the language well. 这也是第一次学弟们聆听学长细说校园往事，老师的感化。One of the other impact that 张静坤老师 had on me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I ever used a passport and leave the boundaries of Singapore was with her. Her younger son was in my same class, so it was on one of the school holidays that she asked me if I want to join them for a family holiday. Because the family was poor, there was no chance for me to actually see the world outside of Singapore. And for that, it opened my eyes and it planted the seed in me that actually teachers do things beyond and above what they normally do in the classroom. 巴特鲁龙山上有一座特别的学堂，亲爱的爸妈，我一直好奇为什么送我到这个地方。这首由海星中学老师作曲写词、校友主唱的60周年校庆主题曲，诙谐唱出懵懂白衣少年的成长。60载办校历史里，学生来来去去，海星中学这所男校一直保持天主教会的治校特色。过去掌校的都是修士或校友，2年前学校迎来第5任校长郭素敏。她是第一位女校长，为海星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息。第一天当我来到学校，看见全校中小学部接近3000多名男生，我觉得挺新鲜的。我从来没有在男校教过书，更何况这是中小学的一所学校，我就没有把我是女性还是不是校友考虑在前面。我就想怎么样把这间学校啊搞好。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发展这间学校的特质。今天呢，我们都应该把这句话铭记于心。我们的学校是特选学校，
怎么样把华语教好，让学生学习到华族文化，这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才能达到人生的目的。六年之后，1967年，每隔一周，学校举行中文的早会，让学生用华语表达自己的想法。中华二师是在1962年送给海事中学第一批毕业生的赠言。除了勤、勉、忠、勇的校训，推动慈善公益也是新校长对学生的期许。今年学校发动学生捐赠用品，救援菲律宾的穷苦人士。我觉得学生在平时好像不大理会社会的东西，不过当我们叫他捐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很热烈的参加，所以我们觉得学生是有同情心，也对社会的事件是有兴趣的。海星1996年成为自治学校之后，获得教育部的拨款，教学和活动设施与昔日相比大有提升。而中小学同在一个校园地段，春风化雨的特点，也使他培养了不少一脉相承的海星人。海星校友会现任会长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刘一瑶。自1995年毕业生，我是从海星启蒙班开始，从启蒙班到小学，直到中学毕业，在海星读过多过12年。我记得是父亲直接把我带进海星入读。作者以什么作为比喻呢？来说明基础功夫很重要，知道？老师都非常好，然后教学方面，因为海星我那时代也算是华校，所以都非常亲切。校方那时候有很多强制性的一些课外活动，比如说跆拳道、游泳、划独木舟啊，还有 Our Bound Singapore。 中三之前我其实都没有什么读书，那我记得成绩拿回来了，我的成绩单一向来都是母亲签的，刚巧那时候母亲不在，然后父亲在，那需要家长签名，没办法，我就拿给父亲。父亲看了成绩，我记得很清楚，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就签下去。我看到他的表情，我知道他很失望。那从那天开始，我就跟自己说 ，OK， 从明天开始，我开始读书。刘一敖毕业后跟随父亲的脚步踏入商界，他的父亲刘德光是海星董事会会长，属于老一辈的海星人，毕业几十年仍然为母校付出一己之力。他先参加，然后我看他为学校贡献这么大，一直教育着下一代，那我可能就是跟着脚步延续下，看着他这些饮水思源啊，这些华人的这些传统，对我来说有深刻的影响。刘宏达退休后，经常亲自接送就读小学3年级的孙子到学校。他的儿子也在海星毕业。我在海星毕业之后，我的孩子成长了，我的第一个选择要叫他进入什么学校，那是海星已经是特选学校了。我的感觉，我还是希望我的孩子在传统的华校或者特选学校下成长。
因为我这一辈子也就是在海信成长，海信给我感觉太过深切，我没得好的选择，就等于说真的海信是，就是真是我的第二个家了。虽然创校校长孙光汉修士已经过世多年，但学校里仍然保留着他曾住过的修士楼。60周年校庆的感恩弥撒在海信校园里举行，肃穆庄严的仪式再次使人想起海信中学创校的种种艰辛和波澜起伏。我们看他根本就是海信之父了嘛，因为他创校就是真的是单枪匹马的，他就好像夜空的流星啊，虽然转眼即逝了，但却留下永恒的光芒。你看他那么照耀着海星呢，走过了一下子，又步入了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